从来没想过死亡会离我这么近。风很烫，1800瓦的电吹风只要一沾到水我就完了。4个小时前我还是个受欢迎的理发师。我猜你是专门欧洲人？美国人。姐姐你好漂亮啊。你是混血儿？手机号多少？谢谢光临，下次来记得找我。文馨啊，有客人在外面等你等了很久了。小姐第一次来吗？我是文馨，请问想做什么样发型？春节我却等来了我的情敌安妮。情人节有什么安排吗？跟洛家有约会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咱们好好谈谈吧。安妮是标准海归，富二代，却在小商品市场花50块钱买了这纸箱子，因为在他眼里，我只配有贱的东西。什么？我说不出话，手不能动。听我说出这个感觉，怎么样？连哭都哭不出来。租下了骆老师对面的房子，偷拍、监视，直到绑架。他打死也想不到，今年的情人节是咱们俩一起度过的吧？这个女人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。我们家的蜜蜂，你把它尝一下。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，她接近我，是因为我是骆老师的课件助手。就像韩剧里的大俗套，两个女生爱上了同一个男人。他是我们学校最帅的实习老师，我很快就成了旁观者。安妮更主动，他们相爱了。猜猜下一步一定还会有玫瑰花。陆老师每年都是这样。他们在美国同居了2年，安妮一直在等那个求婚戒指。恭喜你了，马上就要叫你骆太太了。戒指，我穷，还是个私生女，安妮是公主，她怎么受得了一个法王妹取代她公主的位置？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保证一下就解脱。那你要我死，但我不想死。
安妮不见了。为什么我躺在马路当中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冬天变成夏天？今天几号？今天十四号。今天是不是十四号啊？星期三。昨天不是有十四号情人节吗？你神经病啊！三个月的记忆不见了，我就像个被扒光衣服的乞丐，一无所有，浑身发抖。房子是我帮房东租给丹尼的，我也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。全都搬过了吗？丹尼所有朋友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那他家里呢？你把我叫欢迎了，欢迎了，是吧？怎么了？没事。你们去吧。岂有此理！这就是安妮的父亲。安妮失踪了，这条信息是在2月14号发给我的。我希望在找到安妮之前，你们不要报警。如果安妮真的绑架了你，我代她向你赔礼道歉。你说她有失忆症，我可以帮你做心理诊断。你不认识我？大学时您来找过安妮，我见过您一次。你的姓名？关文心。出生年月？1984年11月27日。你父亲的名字？没见过他，他是法国人。那你母亲呢？你看到了什么？蝴蝶。这个上面有什么？跳芭蕾的女孩子。小丑。还有呢？他还能恢复记忆吗？这要看他的精神状态。上车吧。来来，你看我这乱，先坐吧。乐乐，你看你弄的啊，乱死了。好吧，去吧。对了，文贤，你公司宿舍的那些衣服我帮你拿回来了，放在柜子里了。啊，还有，你睡卧室，我睡客厅吧。安妮人间蒸发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站在暴风雨后的垃圾堆里，无从收拾。这三个月里，我有多害怕？小鬼，你忘了吗？
陆老师说过，真心相爱的人是有心灵感应的，即使闭上眼睛也能实质接触。但是安妮就像是我们中间的一层玻璃，我触到了一阵冰凉。你的头型很漂亮，剪一个黑头发，我先帮你打包好，从这边做修剪了，我帮你把头发梳开，刘海分叉的地方修短一点啊，就这种感觉的话，先帮你喷点发蜡，这样还满意吗？我叫文心，下次还可以找我。乐乐，想要什么发型啊？剃光。你要剪头？哎呀，烫头发，头发好不好？这样吧，下次再说。好，那先这样，再见。你没事吧？这是你的狗，客人都吓跑了。没关系的，租不出去我就自己住。你是房东啊？对啊，不过平时这里交给中介打理，也不大来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关文心。哦，我叫 Wendy。长得真漂亮。这三脚架和 DV 是你的吗？刀子拔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安妮的恐吓。
等我。你笑什么？你挺勇敢的嘛。你就是那天救我的那个，请问你叫？你可以叫王阿明。我叫关文心，都还没好好谢谢你。怎么谢？你说吧，我请客。我忽然觉得我好像来过这里。因为生是有机，口气吃完，冰晴就不会流泪了。你想起来了？我们以前就认识。其实，走。哎，怎么事了？现在。后来呢？后来你醒了，样子很痛苦。你说你想忘记过去，我猜可能受什么刺激。上不上车？那三个月来我住哪儿？想知道真相就上车，快，快！对，但猜了。你骗小孩了你？不信就算了。每天干啥？你做模特，我画画、看书、吃饭、睡觉。想问什么？姑娘，好啦，逗你的，我有两张床。然后呢？有一天下大雨，你走了。跟着你到大街上，才知道原来你叫关文心。谁信？别动。长发，小胡子，有点忧郁的眼神，还被人追债。下巴最好翘一点，眼睛太小就改道。那三个月，我真的跟他在一起吗？鼻子尽可能的挺拔。上唇比下唇厚10%，微微的嘟出来，这才叫性感。真的，你一直要求我把你画得更美，美的不像你。什么？送给你。我有预感，我跟他没那么简单。完了，我该走了。我送你。不用了。但我不想再问下去了。13972625，藏哪了？再不交出来，我撞死你！记忆的拼图有了大致的轮廓。但情人节那天，柜子倒下之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最关键的那一篇，我还是没有找到。但是我知道，他就捏在安妮的手里。我不想再等下去了，我一定要找到安妮。有煤气加热，恒温25度，有好几百种花卉呢。毛毛虫是怎么变成蝴蝶的吗？毛毛虫在蛹里长出新的身体，吸管、脚、蓝色的翅膀。三天以后破茧而出，就变成了美丽的蝴蝶。全世界的科学家。Thank you.
报的警。他怎么死的？警方看过现场了，可能是安妮自己开车冲进海里的。这是我送给安妮的生日礼物。海水已经泡了三个月了，你们还认得出来吗？陆老师他无法面对跟他生活过两年的女人变成了腐烂的尸体，而我却陷入了更大的混乱。我之前见到的到底是人是鬼？是我在丢失的时间里杀了乐乐，就像有一个人在我的身体操作拉杆、失温，控制着我的外壳。你说想忘记过去，我怎可能受损自己？我想忘记什么？为什么我会梦到什么安妮阴魂不散，死都不肯放过我？难道真的是我杀了他？难道我连自己都不了解黑暗吗？答案就在第二天。安迪是个好孩子，在小学他就是班里出类拔萃的优等生。他妈妈走得太早了，我的工作又忙，他从六年高中到美国留学一直是我的骄傲。爸爸想你。坏吧，小时候我最喜欢挤在你跟妈中间睡，都叫我小灯泡，忘了吗？班都知道我喜欢你，两年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才回国一个月，你的一次放，遇见了他，就背叛了。你怎么了？我是安妮。文心，这是在吵什么？干什么？走，跟我走。管文心，都是他，是杀了我的孩子。你疯了？什么孩子？1984年1月16号，住在田爱路85号 ，Stanford EMBA 毕业，罗夏墨迹测试卡。爸，是我从小看到大。我知道，没有一张关文馨的脸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女孩子梦寐以求的容颜，自从小重大精神创伤后，
生的后遗症，包含心性失忆、自责、愧疚，还有罪恶感，都是解离症。D1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， 简称 DID。我是方文心身体里的客人。那孩子是怎么回事？文心，文心，文心，小盛，小盛啊，医院里头啊，有些人生病了，那不是僵尸，这叫植物人。这就是僵尸，不是植物人。僵尸哪来的僵尸啊？你再说，僵尸咬你。不好意思啊。文心对安妮是变成一个种自我成佛。没有鬼魂，原来是我心中有鬼。安妮的死，那还能治好？可能真的与我有关。国内目前没有治好的病。诅咒降临了。有件事儿，我不知道能不能问你。安妮，她真的怀孕了吗？文心，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什么电话？为什么不接安妮的电话？真的很难缠。你以后也会这样对我吗？怎么会呢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你让我静静。罗家，对不起，我无法面对你。想去哪里？我送你。有些东西你以为藏得好好的，当你去取的时候，却遇到了幸福的记忆被偷走，想不起小时候的事情，甚至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哎，干嘛星星的？哎呀，那个资料可乱撒了。连熟悉的家乡话，你不认识我，听起来也这么陌生。我是你四表姑啊！啊，四表姑，哎，我跟侬讲，这条街桥，二号的小孩，百子九，我们一起去的，忙到忙到快好吗？这些亲戚我一个都想不起来。但是我觉得他们好亲切。那个啊，连干三个，来。哎呀，真是爽快啊！叔叔抱一下。抱。越开心的时候，反而越有负罪感。这时候洛家在干嘛？他会来找我吗？
什么这个男人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。你三十好几了吧？还没结婚啊？想啊，人家不愿意呗。你有女朋友的？我觉得他身上还藏着我不知道的秘密。我从乡下来的，他爸资助我读大学。他喜欢玩，我就想买辆摩托车带他到处跑，可当时我太穷了。那一刻买了摩托，他就坐飞机出国了。我后悔在这个潮湿的雨天和他出现在这儿，答案就像最初遇见他一样。后来我的摩托车后座一直空着，好像一直在等他一样，直到什么？直到你坐了上来。可不可以心跳再慢一点？可不可以先抛开一切？不可以。你来了，我马上过去。嫁给我吧。不行。我知道我的永远治不好。我知道这些问题我都想过。你不知道你娶了个疯子做老婆。我会带你去美国看病，我会照顾。如果我真的是个杀人凶手呢？你还会和我共度一生吗？但我真的说不出口，陆家，我再也不想失去你了。睡了，我把他送到家医院抢救，没救活，我没钱付医药费，就走了。过几天我接到钱了，医院却说根本没收过我姐这个人。我只想把我姐带回老家，葬在我的身边，要不然我咋跟我娘交代？你姐多大？跟你差不多。你手。不是，不是这样。你姐爷呢？你咋知道嘞？你能帮我找到我姐？
河岸医院里有一具尸体失踪了。什么？新郎新娘，我们换个姿势啊！新娘转过身，新郎从后面抱一下啊！好。关于安妮车里的就是这具。这个时候你能不能不舔？哎，新娘新娘，我们不要讲话了，好吗？新娘的头发弄一弄，好。好，新郎领结换。好，最后一张来，一。我怀疑你没有死。付了。换下一个。穿婚纱谁好看？你看你，你又来了。到底谁好看？你，当然是你了。婚礼那天，我穿这套蓝色的。好，没问题。婚礼的风格，我想要美式。他都不要，太俗了。那不是你定的吗？你要改成什么？入账吧，在我家的花房举行。鲜花、蝴蝶，不是更罗曼蒂克？结婚，太荒谬了！你答不答应？不可能。偏要呢。你就取消婚礼。为将计就计，答应安妮人格提出的所有要求，说不定这样可以让她的人格之间产生沟通、融合，还有治愈的希望。但是洛嘉屈服了，而我经常在半梦半醒之间挣扎。安妮占着我的时间越来越……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！ 他是你爸爸。这是你最爱吃的绿茶蛋糕，上面还写着你的名字呢。记住，你叫安妮。你现在在哪里呀？小妮子，不要进那个房间。小妮子，快走进那个房间。你要对我做什么？你冷静一点。是你把安妮的记忆植到我身体里的。你不要胡思乱想了。我的记忆是被你绑。
在地下室里，你和他躺在一块儿。这里看到僵尸的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僵尸不能见光，一定在墙壁里。小山，你真的有看到吗？我亲眼看见爷爷把你。小山，快！真的会变方！救命！救命！现在不一样，你告诉我真相啊！真相我早就给你了，只是你没有看懂。你好，是为了对你更残酷，这个世界还能相信谁？我醒着，却感觉不到抚摸，甚至触不到他的体温。我就像一个木偶。你怎么可以用你的名字代替我的魂灵？你怎么可以抢走我所有的一切？我们家的秘方哦，好喝吗？没杀你的姐姐。是啊，我妈去世的早，爸爸又特别忙，所以一直都是我。小妮子在你的身上复活，我要去报警。你有证据吗？安妮就在地下室，我一定会找到她的。
子欣，还有三天就是婚礼了，熬过这三天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你不信我？戴院长他不是个，去问过保安了，对面根本没有人住，而且安妮的姐姐现在在日本。跟我走吧。我为什么要跟你走？你不能跟陆家结婚，安妮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死也不会离开陆家。相信我。我信过你。送你的最后一幅画，都最后做。又要空了，祝你幸福。阿明，你还爱你吗？过去我爱他，你稍微自然一点，这个眉毛太深了，还有它这个口红颜色太淡了，后面吧，后面比较漂亮。姐，谢谢。我们还在天喜家福，他还在化妆，挺好的。阿明死了。
不要开口。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，我没有时间，我一定要找到真相。我东西放车上忘了拿。你的骨灰盒在普安医院戴院长的车上。Thank you.
海星。跟着你到大街上才知道原来你叫关文馨。你妹妹幻想出了一个人格，她认为自己就是关文馨。你想和陆家在一起，你想和陆家在一起。你到底把尸体藏在哪儿去了？安妮不兑现承诺，我永远不会。我以为我是文馨，原来我只是安妮幻想出的人格。这三个月我有多害怕，记忆不是我的，身体不是我的，连爱情都是一场幻境。我会照顾你一辈子。结婚那天我就像一只破洞里，消失了。
安妮的病号吧。我以为你们可以融合。他是他？是。为什么要融合？我们心真的那么好吗？前面那辆车，叫声了吗？还有最后五分钟，我听见你推门，还有你脚踩地板的声音。有人吗？你像个独自做贼的人，鬼鬼祟祟，磨磨蹭蹭。你和文心最近的时候只隔了一堵墙，文心还咬了嗓子，而你，你都握住了门把手，为什么没？连勇气都没有。就算这样，
还是给了你们最后一次机会。他走了，我们给他打个电话。一次。三次。
为不爱的痴情。